爹爹，娘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云叔想将我的终身托付给云家，是希望我跟云公子都能幸福。但倘若彼此不是钟爱之人，那成了亲之后，谈何幸福？别胡说，天和说了他喜欢你。那云公子，你可否喜欢韩姑娘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那你可否喜欢我爹爹、我娘，还有裴大哥？喜欢。爹爹，他所言的喜欢，并非男女之情，那他又怎么会明白成亲的意思呢？哎，我还真懂成亲。柳伯伯说了，成亲的意思就是成为亲人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哎呀，天和，这成亲呐，是指男女结为夫妻，一生一世相伴到老。那你愿意和离儿共度此生吗？嗯，能不能三个人一起啊？你这孩子，因为我爹嘱托了我要照顾梦离，那我去哪儿肯定要带上梦离。但是我也答应过林莎，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如果我们三个人能一起，那我就可以不违背我爹的嘱托了。你想的，你想得美，仨人一起。柳伯伯，我敬重您，但我也不得不说一句，你们这也是看天和他单纯简单。那他要是一个性质顽劣的纨绔子弟，你们也将女儿嫁给他呀？这，爹爹，娘，报恩有很多方式，但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女儿还是想自己做主。爹爹，哎呀，老爷，好，女儿大了，我也做不了主了。不过今天我还是很高兴，我收获了你们三个，哦对，四个好孩子，那我就敬你们一杯。为你一句成为亲人，准许你喝。来，那女儿敬爹爹，敬娘，敬大家。好，来来。